来来来，抽一张，选择一张，对不对？抽抽抽抽抽，还想作弊？相信我，一定 carry 你。来，我们现在代表代表 Wings 的是 Cars 选手，代表我们蓝帽的 Sky 选手。好，来你，那换你抽，还没，来来来，抽一张，我要先亮了吗？抽一张，抽一张。这个时候，来 Wings， 你要决定比大还比小，一定是比大，比大哈。来，好，来面对镜头，来准备献出来。这张是什么 ？K 六三，来 K 起来，三，来献出来，换献出来。哎，你没同意啊？你欧没有抢啊？谁欧谁飞很明显喽、哦，兄弟，你听我解释，分的越低跳的越高，我们打后期，我们打后期哦，兄弟兄弟，十一减三八秒，来 Sky 可以打八秒，开始，八七六五四三二，可以，一，八秒，哇，还压线多难啊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奶猫很开心。有没有？他在打我。你刚才是说你选他是因为敬老尊贤吗？你看你让一个老人敬老尊贤吗？你这样有敬老尊贤吗？他被打成这样哎。来换我们的蓝猫，来换你。你先投，我先投。好紧张哦。好。来换你。我其实也很紧张。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小心。我太担心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蓝猫决定要比大还是比小？我已经看了，让他选决定。你看了、啊？对。那你决定。让我看你的表情，大还大对不对？选大吗？好，我选小。小对不对？来，这场比小，来，三二一，亮牌。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蓝猫呢？为什么呢？你听我解释。来，一二，攻击八秒，开始。八七六五。不妙，不妙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现在我全场看下去，就你最不妙。没有，我在看真的、啊，你最不妙。节目结束之后有保镖可以送我出去吗？欸、基本上现在目前的保镖都是直率选手啊，都在下面。来，再一局。如果你倒地是有人可以扛你出去啊！我刚没有看到，我拿剑，我这张了，这张了。好，来，换你。那这一场一样是 Wings 要进攻了，你要讲说你要比大。我觉得你帮我选好了。我帮你选。我觉得你帮我选大跟小。我帮你选大跟小，是不是？我已经不能相信我自己了。哦，你不能相信你自己。是没错啦。哦，好，那我已经帮过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再输一次就不用公园形态，公墓形态。好，准备喽，要比大还比小？来，你帮我选。我帮你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觉得好像还是比大比较有趣的吼。来比大，来三二一。我不信你输三把。哎呦，一样。哦，一样，一样，看花不看花，不看花不看花，重抽重抽重抽，保住灵命，保住灵命。哦，刚刚现在卡斯现在蓄气，我现在感觉他也在蓄气，好可怕，他现在在看你，他在小心一点。他看着你，盯着你看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来，那一样比大哦，来，比大，三二一，哇！准备开始，十二、十一、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有人镜头起来了，有人镜头起来了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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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跟我一队，不用作弊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少？哎，你今天运气超好。我们台上怎么少了一个来宾啊 ？Hello。那个来宾回来好不好？再见了，大丸。那个来宾，不好意思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要接受你的命运啊！你的命运就是这么写的。你今天真的蛮飞的。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人可以飞成这个样子。真的。身为一个 master， 你的从者，你把他虐成这样子，啊、这个不太 OK 吗？我相信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样证明了我的从者很扛。你把他当阿拉斯一直射出去。你把他当阿拉斯成功吗？一直射出成功吗？我没有办法。好了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来，没有一零一吧？好像你教训他，快动不了，我觉得他还是快动我一条。比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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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三二一，再说我下去一起被打。哎呦，终于赢了一场，但是到四秒，来准备，完蛋要蓄气了，四秒开始，四秒反击，
你打下去，来，开始，四、五、三、二、一，哦！再来，再一局，再一局，是不是？再一局。想要再 Sky 学的才四秒，他不够。对，我觉得他想复仇了。我觉得他想要累积那个 Wins 被打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已经让他打好打满。小心哦，小心。来 Wins， 不要打海皮奖，还是比大好，还是比大。突然觉得压力大了。来，一二胜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运气好像很好。我的天，可以吧？兄弟。不要打太多，不要打太多了，打太多了。十一，准备十一秒，哇，完了，处决开始，完了，卡尔老师说好的，我没有办法。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哇，现在两边的比赛目前看起来感觉。感觉也是完全单方。他现在感觉他现在在盯着蓝猫，因为蓝猫现在一直在玩手机游戏，他现在有点不太爽。还在回讯息，回讯息啊！他现在有点不太爽的感觉。回讯息啦，回讯息啦，回讯息，完了，完了，不是，你冷静，完了，还敢玩手游啊？还敢玩手游啊？真的啦，我你妈！大家去打！等，他已经等你很久了。等什么？冷静。我先回。一不找地了。位置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想说，等一下，兄弟，报仇了，兄弟，打个比赛。一起。OK， 考虑比赛快速的开始。兄弟，我来扶你。不要打！为什么有胆去？为什么会有？哦，好，我们到这边画面来说 ，Sky 为什么不知道明知优胜，这次还是很不爽，每次都一样很不爽的 Sky 这边，终于对自己的重发车下手了，但是卡拉斯为了爆杠再抽，是决定把对方这边扔到地面上，哇！背部直接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攻击，为什么 Sky 会做这种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边的话有卡拉斯比亚的主 Sky 这边，一开始一个刷脸，一个刷脸非常的疼痛。我们也看到是蓝猫跟威斯这边只能躲在旁边，不敢参与这一场战争，躲在旁边越远越好。卡拉斯比刚才被打了至少超过30秒的伤害，现在完全还给 Sky 身上。来看到这边是拖住对方 Sky 的脸，面部的一个肘击。但是 Sky 这边跟你比，刚才几乎没有受伤，他现在力气还是非常的丰富，完全是有办法去跟他一扛的。反向列车卡拉斯跟他并行的是逆水平手刀的攻击，你确定要跟 Sky 比逆水平吗？感觉不是很优势的哦。终于使用自己擅长 TG 攻击对方的下盘，连续两下 TG， Sky 硬承受下来，又是一个面部的肘击，把对方卡拉斯打到是最旁边的角落，正在背部到地上，可以说是一顿暴打。卡斯受不了，哇！这边压到是前方。有佛妹啊，之后切入 sleeper 后，哇！成功做的是一个要投降吗？卡斯要投降吗？伤害让他有点没有办法把伤害给扛回来。要 give up， 不会 give up 吧？要不要放弃？这边不能放弃，我还没刷新。来切入鸭子，要演出 one two， 哎，你们决定自己赚钱，让我们自己看老师。我们最高的位置竟然出手了。可以，很帅，转火了，电竞赶快跑到台上绕了一整圈，但是这个环境非常非常小，你看你没有办法躲到任何地方，你没有办法躲咯。 Sky 决定追不到位置，继续虐他的敌手，也就是卡拉斯。他怎么做的？他怎么用？直接过来，一号做的是一个巴黎斯雷，这边下去，看起来巴黎斯雷，一个漂亮的巴黎斯雷下去，你切入鸭子，守住，one two，原来是一个卑鄙小人啊！被抓住了，完了！Wins 这边过来叫，居然是 Sky 那边，终于生气，一直抓住了对方的脚踝。Wins 逃不掉，怎么办 ？Wins 一直说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对我做什么坏事，决定要把他做什么事情。胸口的滴水瓶 ，Wins 这边昏倒在了地上。我的天哪！Sky 发火起来，看来谁都饶不住。老婆救老婆出来了，还有老婆可以救，但是把他推开。
然后 Sky, 还有老婆可以救，单身的 Sky 怎么会喊老婆救我、啊？完了，那个现在大丸终于展现出他自己要护驾老婆的精神，扛住对方 Sky 脚，喂、欸，这边老婆过来赏了一个巴掌，使用了这个月下投刀，攻击了对方的 Sky， 这也是 Sky 最常对别人使出的招式。龙不动，要害这边激动，卡斯旁边也恢复了力气。Sky 剧烈疼痛倒在地上，蓝猫这一击攻击直指要害，这边终于过来一个背击直击对方下颚，来一起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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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，一起压，来 ，1 2 3，成功是由我们的嘎子这边配合上我们今天的两位实况出来宾，蓝猫飞到球场，成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。